快乐哆来咪提醒您下期看点。这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吉林长春。我们这次这个主题叫做咋整，可劲儿造呗。我差不多。像东北人都是天生的笑匠，这么多人都是自发来的。那最远的是哪儿的？最远的都得打三趟车。啊！咱们是想体验一下滑雪吗？现在开始吧，这位冠军。我这是真快啊！酷，咔！啥玩意儿？长春电影制片厂。我干了刚40年，7、8年干到18年。你这一步直接跨越了30年，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这台车是一个见证。没有昨天这些沉淀，你们也没有5D，也没有4D，这些不是平白得来，撸起袖子干出来的。心里有什么就去做什么。谁可以成为本期节目腾讯微视的快乐大使呢？